我们既然有过去世，过去有无量劫，生生世世跟一切众生相处，善缘有，恶缘也不少啊。先前我们的遭遇，有些人跟我们相处很投缘，很欢喜，过去生中的善缘。有一些人呢，要做冤家做对头，给我们带来种种不如意，过去世的冤业，过去迷惑颠倒啊，种下这些冤业。现在明白了，怎样把这个冤结化解？还是佛的这一句话：孝敬，真诚心的孝顺、尊重，这个冤结自然就能化解了。人人都晓得，我们自己的无量劫来，这一生当中冤亲债主很多，常常来找麻烦了，天天求解冤释结，都有这种心，为什么你的冤结解不开？冤结现前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一定要化解。怎么化解呢？我以真诚恭敬心对人，他对我有误会，我对他没有误会，他侮辱我陷害我，我恭敬他尊敬他，他遇到有困难的时候，我全心全力帮助他。一年不能感化十年，十年不能感化二十年三十年，总有一天他醒悟过来，哎呀，在这个世间呢，某人真的对我好，他就会回头了。所有的众生是未来佛，所有众生里面包括我们的一切冤亲债主，因此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现实呢？所有一切冤亲债主皆是未来佛，皆是诸佛如来，我们奉事施长才能落实啊。佛在大乘戒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这里面也包含一切的冤亲债主。我们把一切众生当作父母来侍奉供养，这是孝养父母落实了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与事实了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用孝顺心，用恭敬心，这个冤结就化解了。不可以说我要用什么方法对付啊，那只是越搞越麻烦，那不是解决问题，那是制造问题。要解决问题，一定要用孝顺心、恭敬心，这问题化解了。一切不如意的境界，一切逆缘，都要回过头来自己去反省，决定是自己不善业累积造成的，过失不在别人呐。所以要回过头来，自己真正忏悔，真正改过自新，这是真修行。我没有把他当作父母来看吗？没有孝顺他吗？没有把他当作师长来看吗？没有尊重他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不是，不是他的不是。诸佛如来所以成佛，所以成为如来，就是这个方法修成。我们今天想做佛，想做菩萨，没有例外，还是这个方法修成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敬人、敬事、敬物，要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。普贤行里面第一个就是礼敬，礼敬诸佛。中苦五经里头有礼记，礼记展开第一句话：去礼乐无不敬，跟普贤菩萨第一愿精神直趣完全相同。大菩萨修行，第一个起心动念对整个宇宙万事万真诚恭敬心升起，
对你的冤亲债主也是升起真诚恭敬心，那个冤亲可以化解，不是对立，不是报复，对立报复解决不了问题。你要从一体上去想，牙齿跟舌头一体，牙齿把舌头咬破了，这官司怎么打？舌头要不要报复？要不要把牙齿拔掉？为什么他们能和睦相处不计较了？一体，牙齿下一次小心不要再把它咬破，这样才能化解问题。所以入佛都教给我们修孝敬，这是入佛教学的中心理念，要行孝，要行敬，孝顺一切众生，礼敬一切众生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，这是佛的心，这是菩萨行。只有菩萨对一切众生尽孝，以孝亲尊师的心孝敬一切众生，尊敬一切众生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样做是自己信德自然的流露，没有丝毫勉强。你能对一切众生呢，是真诚的孝顺心尊敬心，你就入佛境界。即使对你的冤家债主，这个人对你不善，欺负你，侮辱你，陷害你，置你于死地，你还是孝顺心，还是尊敬心，这是佛菩萨。这样的我认我的冤家对头，算了，我不跟他作对已经算不错了，我还对他好啊？你还是凡夫，你距离佛的境界还有很远很远，要学冤亲平等啊。孝敬要扩展到什么地方？扩展到对一切恶人、一切冤家，都要用孝敬的心呐。普贤菩萨第一愿教给我们礼敬诸佛，敬就是孝敬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等差。这个是你真正在修行，真正在转业了，业转了，果报就转了。